我已经拍了三天了，三天，所布利，对，所布利，那下面是我的电灯啊，电灯，那因为晚上有时候他们去爬山啊，对，那就是，就晚上你是可以拍咯，哦，那就OK了，那这上面就是录影机啊，那下面就是灯啊，两个一起，那个录影机在台湾买得到吗？录影机是我自己做的。 我在新加坡卖的很好，这个录音机这边有代理吗？台湾有没有代理？没有啊，没有。那你是借这个机会来？你是哦，你是我是 Albert，OK，我是 John，我刚好我的名片啊，拿了很多都，对，没关系，你在我这里有 email， 你是参加还是来这边来看呢？因为我是骑脚踏车环游世界的，我现在原来骑脚踏车环岛八次了，哦，cycling啊，然后我就去 cycling， 对，2015就骑大陆，哦，我是那你本身也是有自己的脚踏车啊？对，有新版呀，那种就不是就是那个美利达，它有哦，没没错，OK，我就骑脚踏车环游世界，哦，OK，那我就是今年会去骑South Africa，然后哦，哦，是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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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湾，哎，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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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每年都，每年都有，每年都有，每年都有。你有 email 吗？ email 在，你的 email 在哪里？ email 在 ，CMIENH。哦，好，可以，那我等到时候我回去的时候，我 email 给你啊，很多好看的 video 啊，啊，对对对，啊，那我就是你看啊，我拿了很多东西，我怕呀，手都不必拿，对对对 ，OK，Cheers。OK OK OK， 我们放在 FB、Facebook。OK 啊，那个陈敏先，我的全部是经过 YouTube， 因为我的是 video 嘛，比照片呢更好。哎呀，更好。照片呢是好像不是活的吧？对对对对对对。video 我现在我在拍你啊，你就可以看到 video 啊 ，YouTube 了。谢谢你啊。所以你要怎么称呼你呢？我姓我看呢，一看那一张纸。哎，写这边。好的，在这里。好好好。哎，这样好。我来了台北已经百多次了。哦哟，真好。但是还没有去阿里山。哦，还阿里山。哦，阿里山。我姓陈。要姓陈呐。我的名英文是 John 呐。啊，那这个是台湾的号码。啊，对。我的 email。email。啊。那你在台湾要待几天呢？明天就要回，我已经来了。哦，一个礼拜了。差不多就十天了。啊，十天了。十天，哇，真的。因为我是那个，台中这里有一个中兴大学，我是 Foreign Department Graduate， 所以我就想说，我们就上次就去年呐、我们就去那个Vietnam 越南，然后那个马来西亚、新加坡，然后再到印尼、Cambodia 不，印度尼西亚，然后到菲律宾就回去了，然后今年大概去 South Africa。肯尼亚，在做一种这样，行销台湾这样。那你是做什么？你本身？我是老师退休的。哦，你是老师啊？跟你拿多一张吗？给我的朋友，一张名片。可以，没问题。这是我的 email。对对对。那我的新加坡电话号码。好。新加坡。新加坡好啊。我一般朋友也是他们是 ride bicycle 啊。哦，这样哦。啊，每个星期都有礼拜天呢。哦，这样哈。啊。就是新加坡，新加坡，哎呀，真好！哎呀，陈先生真好，遇到你，谢谢你啊，不，谢谢，谢谢，谢谢。那我的这个 camera 到年底要会卖到很流行，全世界啊，人家拍一个 camera， 你可以试个，好像没有你没有这个没有头发，没头发我一个贴吧，你对着你头啊，这个是您在你看到什么都拍了，可以用试个。对，因为我因为骑脚踏车啊，我就很需要这个。那你看啊，这个对这个驾车啊，对，我可以啊拍。前
前后啊，旁边啊，左右啊都可以啊。啊那你看球啊，你看球看演唱会啊，你都不必对不必对看来看左右啊，对全部都拍到。所以我想说，你应该在这边找台湾一个代理商。哦啊啊，会了啊，因为慢点啊，一定会有人啊会来找我啊。对啊，我说叫，因为在台湾的用的都很大。对，那个 GoPro， 你知道 GoPro 吗？ GoPro， 我本来问个名片啊，我就用 GoPro 的名额，它因为它很流行了嘛，很 popular 啊。对，很多人啊、讲 GoPro， 很多人也是不会买 GoPro， 因为你不是，好像你是 racing 啊。对。racing 你是跑很快的嘛？对。但是那种啊，震动，那种不是那种 BMX 毛动 bike 啊，不同嘛。毛动 bike 他们是很多很会跳嘛。对。那我的啊，你看啊，不必用什么特别 camera 的 accessory 啊，这个粘土啊。对。拿出来。对，您在哪里啊？对，这个，哎，我忘记给你看，哎 ，OK， 这个也是一个 camera 来的，哦、你脚踏车有 water 的吗？对，你拿，看，它会震动，哦，震动吗？拍了，哎，这样，对，就在拍你，哎，那你看啊。你其实不必用这个水壶啊，对，是用这个相机就可以。现在有水啊，你看我用这个粘土啊，对，固定它。现在在拍你啊，哎呀，在拍你，跟拍我，你看，你看这不会跳的，它的镜头在这里。哎呀，啊，很简单。我说世界第一个人啊，对，教人家怎样拍，好像拍戏啊，对，拍电影啊，对。那你 know English National Geographic？ 对，说啊 ，I teach you how to be a cinema filmographer。Yes。And a National Geographic videographer。Yes。啊，放水啊，去海里都可以拍。哎呀，太好了。那我不是一个 camera， 四个啊，可以放在一个。一个壶啊，对，大的啊，对，跟那个 power bank， 我的 power bank 在里面嘛，对，晚上啊，你都可以拍那个鱼在游啊，乌龟啊什么，对，啊 sea creature sea animal 啊， yeah. 那早上啊，你把你的啊 video 拿出来看啊，小孩子啊跟父亲一定会很喜欢，education， 对、yeah, ，因为我把它做到很便宜，对，很便宜，这个 camera 是很贵的，对，是。啊、介绍给卖给政府啊，对 ，no police department， yes， 他们去拍那个 criminal， 对，for serious filming， yes， 那很多人很喜欢我的 camera， 对，但是以前我的 cost 很贵嘛，对，现在啊，我生产啊 ，mass 啊，对，但是不是 really mass，、啊、那我把它跌到啊。要卖给普通人、学生啊，很多学生很喜欢。哎呀，这样就好了，对的。啊，我希望我能够快点在新加坡对卖我一万个啊，对，给学生对啊，不要贪心赚50块啊，对，做到我就有500千赚回来。对的。那这个就是我的 power bank。我刚才你去爬山或者去 bicycle 啊，对，你说你们会运动很多个小时吗？对，可以拍差不多9到12个小时。哇，啊，不必这个 power bank 啊，你看很特别的啊，很特别，可以接啊，一个是7800mAh 啊，对，两个三个不是越来越大。哦，那我的生意啊，我会啊卖给谁吗？我回去说，我马上就要去建很多银行。对。啊，银行全部都是很有钱。对。那经过他们的信用卡，对，很多人用信用卡。对，就 OK 了。在新加坡不会超过300块啊，人家以为很便宜，因为不是用现金吗？对，就签了就买了。对。那银行不必教他们怎样卖，他们有自己的 marketing team。对。最好的是银行收钱啊。对。今天我送货，可能2天后我就收到钱。对，这样就好了。那我做到很大很大生意，我不必担心，我可以拿到银行的生意，我跟银行借钱。对，这样好，这样好。我搞了1年的时间呢，哎呀，不容易。找啊 ，camera accessory 都是要很特别啊，那啊一些很贵的啊，那很复杂，对，很多人不想带出去啊。对，我的 accessory 啊变成很简单啊 ，simplify， 这个粘土啊就是 accessory 来的，对，要去到哪里啊，要粘都可以。And the chip， yes， and the chip。那你是一个 cyclist， 你知道？对。啊，运动看你是爬山还是什么吗？对。很多不同的 movement 吗？对。我 study 全部差不多 athlete 啊 ，sportsman 的动作啊。那你看他现在我在展览会对吗？对。我们啊走的时候啊，头是最好，因为我们啊走的时候啊，我们可以来站远一点对吧？对。我们啊。
左的手啊，我们的头啊，对，腰是最少的啊，最少的。啊、那其他的身体啊，好像你 jogging 啊，他会跳吗？对对。那人家不知道啊，要拍他们的运动啊。对对对。等下你看 video 你会吐，因为你的腰太多啊，你不会，你不可以看的，你会吐，人家不知道。要 smooth 啊，要smooth。那这个蟑螂位啊，你看我跟拿这个壶在手啊，对，手你听你就拍得很清楚。对。那个你走啊，还是会摇，你知道什么？这个 handle 啊，哎对 handle， 你去 S 边拿一个行李 handle， 对，您在这里啊，那你这样推，这样推啊，对，就像很 smooth 这样，对，啊 very good， 对，很好，谢谢你的时间，谢谢你，陈老板，啊，还有还有很多讲不完呢，对对对，我们有时候是，你传过来的 video 让我们那个看，啊，会的，对了，现在你看啊，还在拍，对，还在拍，还在拍，那这个就是 English 啊，对，啊买啊我啊在这个。International business, I call myself Johnny Singlish. Yes. Okay. Johnny Singlish. Johnny Singlish make filming easy for anyone. Yes. Very good. For your grandpa and grandma, 老人家健康，他们也要要去旅行。对对。最好就是戴个帽子，看到什么就拍到什么。对对对。那个风景啊，找到很好看的东西，你的头就不要摇太多了。对。那每个人有一个啊，你拍我拍你啊，人家你看 video 很奇怪。Very popular。拍你啊，马上人家就是要看的了。对。可是，因为这次啊，我的这个七寸的平板电脑对在地下啊。不然我马上可以把那个 video 看出来给你看，就是那个玻璃上那个专业大大个啊，变成这么小。那啊 ，for grandpa and grandma， for your kids and baby， 小孩子，因为大年纪的人啊，跟小孩子不是很聪明嘛。对。那for your pets, doggies and kitties， for eagles and coys， 就是那个日本鱼啊。And most importantly 啊。Not forgetting the handicap， 残废的人，残废已经他们坐轮车或者已经没有手没有脚了。那我有很多那个就是那个 rod 的，你要拍越高越好，因为你的 video coverage 啊，会很好看。那最也是一个 last group 的人呢 ，plus the most dumb and number two。dumb and number 就是最傻瓜最笨的人呢，都可以用。哎呀，这个是安妮特。那这个刚才我刚刚放在里面呢，对，这个是把它拉下，拉下，这个是按一下，这个拉下就拍了，这个也是一个 camera 来的，这个是我的 power bank， 像一个 iPhone 5， 对，那假如一个人没有 iPhone 5， 我可以要卖给他一个假的，像真的，像真的，那其实你不要，假如不要秘密拍呀，对，人家。拍有两个原因，秘密就是有重要的原因，不然就是拍玩玩了，运动跟或者上课，business interview 全部都可以，那这个就是你看呢，就要按啊，三个灯就是那个 battery fully charge， 那假如现在我的卡拿出来，我放在这里，假如我拉下，红色就拍了，你看这么清，这么清，那个放在 bicycle 到年底啊，你会看啊。从新加坡现在台湾还没有流行，对，为比那个车行动录音机更厉害，脚踏车 bicycle 要用两个，你看这个 for your bicycle， 这个胶啊，很简单的 idea， 非常简单。那我这个，刚才这个这个 clip， 就放在上面，对，我可以 clip 在这里，你看这个是铁啊，对，可以用磁铁，还是对，还是什么啊？对，这 camera 拿下放在这里，你脚踏车都是这样吗？对，不然就是头就在这里啊。对，因为普通的脚踏车是这样吗？你用白色是这样吗？对，就看你要怎样去调整换了啊，调。那第二个 camera 就拍后面，后面很重要，因为给车穿到，对对对，所以英文叫做 black box， black box 是吧？ evidence。那我说没有头发的人呢？这个不是很多 hair band 啊，你来呢？你来，现在你在，你再拍我。OK， 你再拍我，你看这个就是我可以放我的 camera， 对，四个前后啊，left and right， 这样拍，yes， so is that easy？ 哇，真好。OK， 对。
我的 idea， 我的 idea 不能够、idea、不能够保护，慢点我成功啊，对，其他的人就会 copy 我的 idea， 啊，对，想出来啊，对对对对对，把它弄到很简单啊，但是我的 S3 啊，我不要赚我的 customer 的钱太多，对，我的 S3 是要帮你啊，对，把你的filming 啊变成很成功，对，很简单，很成功，应该是这样，应该是这样，这样现在这样拍可能。哎，这样比较好。OK， 好 ，OK， 谢谢 okay, 我一定会把这个 video email 给你。OK， 谢谢，那谢谢。你可以 share， 对 share your friend， 然后呢，知道你是教书啊，对，是 your retired teacher。retired teacher。Thank you very much。Thank you。Welcome to Taiwan。Oh, welcome here. I never get tired of coming to Taiwan。对对。我在台湾台北，还有没有去别的台湾地方？我住台中。台中，很好，因为我是 the most OK， 假如机会去台中，我会找你。对对对 ，Yeah， maybe ride bicycle with you。对对对对对对。啊，我们那边有个 Salmon Lake， 南投。哦 ，OK。从台中到南投大概80公里，那就 OK。Yeah， 我知道，欢迎。我知道这个什么，这个台湾租那个摩托车很便宜。啊，摩托车租整天呢很便宜。也有摩托车。对，我要赚很多钱啊！来台湾住 ，No problem， 谢谢你。新加坡太小，很贵啊，贵到吓死人，真的。啊，这边来这里住啊，可能命会比较惨，惨的命。对，啊，谢谢你。对 ，Live long。Yes， thanks again， Albert。Thank you for your time. Really nice know you. Maybe me too. GHC Taichung like to meet with your cycling friend. Okay. But maybe July. I will go to, fly to South Africa and July South Africa. Okay. June or July to South Africa, Swaziland, Kenya. So maybe in August, come back to Taiwan. All for cycling adventure. Okay. You know what? I call my the card. Too bad. I give away all my card. My camera is called Best. Best for ABC. Best means business, education, sports tour. Oh. To film for all this reason. Yes. Then for I write as number 4. Actually, it's FOR for ABC. Yeah. Anybody can, like, can choose a cinema, doesn't as well as camera, short form cam. I mean, 每个人都可以用我的 camera, 很简单。对对对。那 if not for cycling, what I call any bikers, cyclists, ABC. ABC. 那假如我要加那个人家开车的吗？对对。那个 4 我拿出来就是 best ABCD. So, any biker, cyclist, driver, camera. Yes. Okay. Thanks again. Have a good Saturday. Okay. Thank you so much. All right. This is now Steve Fleming. 拿这个机会，你看这个是他的 cover 啊。对。你会看我的 camera， 他们连在那个 helmet， 你们的 cycling 的 helmet 啊。那就是有那个车底在下面可以转，转来转去，看你要拍哪一边，哪一个方向。那最充满啊，可以拍3个小时。哇，这个。那你还有一个东西忘记，你的眼镜啊，都可以，都放这个两个左右啊都可以。那你去树林里面啊，就一个可能拍前面看里面有猴子，那第二个拍后面看里面有蛇跟住你。对，全方位的。那现在this is Albert 李姓陈，哪一个哪多少陈？哦，成功的陈。我是还没有成功的陈。快点，一定的，一定的。做了22年的生意还没有成功。对，一定成。Albert and Johnny in Taipei at the Taipei International Cycle Show. Suddenly we become good friends, and he's a cyclist, and he's going to Africa and Kenya for his bicycle adventure. Thank you. Welcome to Taiwan. And you know, Michael, the police are CIA. Yes. Yeah. So CIA's role, I even call it cycling. Like international adventure. Yeah. So if I just want to sell the cycling, I will use just the 3 words. Just to focus on the cycling group. Okay. Thank you. So now what you do? You see, you just hold.
你再收，那那个盖其实不必拿出来啊，啊那要、啊、要听啊，你按它会震动两侧啊，两侧就关机了，哦、很简单。现在哎、啊，开机刚才你这样按一下、啊、就开了。开机，哎呀，真好。你会你会看到真的年底啊啊，在全世界对很多人就是戴帽子这样飞吗？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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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但是不是我这个牌子也还有别人 啊, 啊，但是我不管，因为我不是一个很有钱的人。那慢点，全世界很多很多个迷人在用啊，我已经赚到不少钱了。哦、啊，不要想想太大。对对。啊，能够做到我这个一万个，可能做到一万个就变成两万个，就赚了不少钱来台湾住。谢谢你，那我们分享你的 idea。I'm retired here. Maybe I'll be your innovation. I'll be your cycling body. 我真的很佩服你们，尊重你们，你们真的很厉害，这台湾人。那个 bicycle 差不多像 computer 全世界给你们抢，你们的公台湾公车吗？啊、做到很美。现在便宜的 bicycle 人家不要，都是要那种 special yes bicycle. Okay. Okay. Thanks Thank again. Thanks Thank again. You. Thank you so much. Welcome. Okay. Maybe what I do, you can have this as a gift for me 啊，这个塑胶啊，嗯，人家给名片啊，这个都像我的名片啊，哦，我会去印，那个，哎，在哪？嗯 ，This my another， 哦，有收起来吗？哎，对，对，嗯，对 ，OK， 哎，我刚刚拿出来要给你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奇怪，刚刚还有一个放在哪？有收在里面吗？没有你，这个送给你，为什么？哎，这个一个铁来的，对，那。就是下次你知道我的 camera 就是用这个塑胶啊，对，就 very tight， 对，所以 even 那种毛盾 bike 啊，它不会掉的，对，不会震动，不然呢就是，哎对，跟这个，哎对 ，this is just only 棉子 ，a special gift for you， OK， 哇，不是贵的东西，就变成我的 camera accessory， yeah， practical， yeah， very， 啊英文叫做啊 ，before being through the nose，before being through the nose 就是不必。啊，浪费你的钱买太贵的 camera accessory， 除非人家用我的 camera， 或者很小心的啊，这个就是 camera accessory。OK， 呀，所以它照相是在哪个地方照？不是，这个是一个 clip， 是把我的 camera 粘在这里啊。那帽子就这样 clip 吗？好，这个比较大吗？啊，比较 yes attachment yes attachment， 呀，所以 can clip even on your belt or on your belt， 对对对，啊，套着的 OK OK。Yes， yeah， or anything you think is practical, okay. Yes, for you. Thank you. Welcome. Thank you so much. Okay, I really, really like to meet you in Taichung. Thanks, Albert. Yeah. Thank you. Yeah. Thank you, John. Thank you. Thank you. Nice to really, start this friendship.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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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s again. Bye bye. Thank you. Yeah. This gum, I call CSI. You know what's the meaning of CSI? No. CSI 就是那个美国那个谋杀那个 program， 谋杀啊，那个 crime CSI is crime scene investigation， 就是谋杀嘛。啊，世界很多人知道。那我叫做 CSI， clever sticky gum 啊，好像那个 chewing gum， 对对对 ，gum。谢谢你啊，谢谢。那现在那个也是很流行，那个什么啊，那个 drone 那个遥控啊，他们飞吗？对，他们用一个啊，下次假如我会玩那个啊，上一个 expert 啊，不然现在我要叫一个专业，他们已经会玩吗？我个人您不是。四个到六个 camera， 因为到飞的时候啊，对，这个飞，这个拍全部嘛 ，all direction。那你飞高，你不如可以拍一下啊。对。那一个拍天空。对。啊，六。那一个，你是 cyclist。对。假如你认识朋友是一个 skydiver。对。我可以放十二个 camera， 头到脚啊，十二个。因为它飞的时候啊，对，它的脚啊，对，是
拉扇嘛，对，那脚也是有一个可以从后面拍他们。哦，真好，哎，要 camera， 对 ，thank you， good， good， thanks again， thanks， I will start from here，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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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 bye， OK， see you， see you， 那我的台湾号码刚才我写在这里， okay, 在这里 OK， 明天早上我就飞了， OK， 好， thank you， OK， thank you， bye bye。He is Johnny Singlish. Suddenly met a very good friend and he just approached me to ask me about my torchlight. And we become friends. And the best thing, he's an adventurer cyclist and he's going to Africa. Albert， 你的手机号码在里面吗？有啊。OK， 慢点。OK， 慢点，我 SMS 给你啊。OK。啊，这间公司的那个 torchlight 很美，很多种。Very nice。OK。0928358。我 SMS 给你 later。Thank you。So he's very interested in my camera. Now I'm filming cap stupid. I film what I see.